今天主要是去看水下的这个珊瑚，一大早一出来就碰到有人在玩这种游戏，哎呀，非常非常熟练，这个人，玩得非常好。他是因为这个没有水下拍摄的设备，所以说呢，只能看，在那里秀不出来。可以说的是呢，就是这里的这个珊瑚比那个 Coco Phi Phi 要好看多了。哎呀，这里的鱼的种类也多多了，所以说是很值得来这里看一下。这中间路过一个小岛，大家都在这儿休息啊，然后再看一看，附近的景色。我发现，哎，正好是放这个粽的时机呀，所以呢，就又开始这个从这个天上来看，看这个周围的景色了。这里啊，实际上是非常的好看，非常不错。今天的这个风浪还是比较大，这个在深海里，行船的时候，那个你还是可以，感觉到这个浪非常大，因为那个船首的地方总是拍上来这个水，但是在这个你看这个在潜水区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浪就小多了，基本上是平稳的，所以说这里就是，游泳啊，干什么比较好的地方了。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，所以呢，又来到了一个叫 Monkey Bay 的一个 beach 吧。
中饭是在一个叫 Monkey Bay 的一个岛上吃的。这个因为岛上的猴子多，所以说呢得在猴子抢你饭之前，你得把饭吃掉。It's a very colorful, not the dry beach.What do you want to do? Monkey Bay 从天上看也是非常的漂亮啊，这个地方又有树荫，又有白沙滩，所以呢在这里这个游泳的话又可以不用被太阳老照着，所以非常好的地方。这里的景色还是非常的好看呀，这好像比那个叫 Koh Lanta，比 Koh Lanta 的这个沙滩呢要好看多了，也有味道多了，真不错。这次来这个 Koh Lipe 还是挺有收获的。我明天就离开这个 Koh Lipe 了，下一站是叫Hat Phai， no， Hat Yai， Hat Yai 是一个城市，据说是很漂亮的一个城市，是在泰国的南部。好，等到下一期我们再介绍那里吧。 All right， 拜拜。